好，来为这个后礼拜，这个拜四开始的有四天的清明连假，到时阵一定有大批民众回乡扫墓，也则是出去佚佗。代替是严阵以待，赶离的三月底进程，要离二十二个火车站来装饰着红外线的七运旗。那是有发烧的人客，拢袂当上火车。啊，四月初一到四月初六这段期间，对号列车的站票拢无要卖。代替外带为一条固定的通道，和逐天坐代替的民众，这时阵唔知道要安怎进站。啊，你走过去没有叫，就表示正常没发烧。嘿，有发烧他就叫。我伫清明连假进前，代替伫台北车站有加装红外线测温仪。不过三月底进前，全台湾只有二十二个车站有同款的防疫配备。另外十二个车站是以下温情测量体温，有留意点名，像台中火车站、台南新营车站，到即马拢无看到任何防疫措施。在一个一万一千多个那个流量的一个火车站里头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的一个措施。代替已经对五月初开始，伫全台每一个车站专门实施测量体温。不过担心的是，清明连假期间，花乡的人潮会大量进入代替，因此连假期间停止贩卖对号列车的车票。针对电子票证跟定期票的旅客，他们原本的乘车权益，就还是我们还是会维持。对四月七到七六，泰鲁阁有113个班次，普悠玛221个班次，以每班提供120张车票计算，六天下来减少40080张车票。所以都是坐票吗？对。哦，会觉得有点不方便。毕竟还是会有很多人要回去扫墓。防疫期间拄着连假，好代替是更加谨慎，希望乘客尽量保持距离，较安全。